哦，好，跳过他的剧情，我就不看了。电影拿到钥匙，这个又是吃金币的哦，哇塞，他金币，他吃那金就吃金环的，然后他都要靠甩尾才可以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啊，他那个一定要靠甩尾，他那要靠甩尾才可以加时间，我就甩尾甩不过去，我就没办法哎。这边的话，在每场在大奖赛中排第一名，然后在每场比赛中，你的队伍都有人排名第一，哇，这有点难哦。好吧，开始。好，跳过。闪电是可以回避的，乳白闪电，尝试在闪电攻击前抓紧时机，使用碧绿鬼魂跟终极绝招。OK。他有时候攻击的征兆我实在看不出来，在不同赛道上成为第一，预备，哎，我怎么又没喷，哦吼，冲了，这掉下去就不好玩了。哎，快点快点！我手把在震动哎，哦，靠腰我就被炸到。哎，我没得吃。我都没有得吃，走开，塔尔斯！有拿到东西了，哦，go go go， 快快快！第二圈，他两条路都差不多吧？我觉得两条路都应该是差不多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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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塔尔斯你好，Go go go go！啊！为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我被炸哎、欸！喂 ，Go Go Go！ 这是跟我隐形吗？哦，差点被炸到，现在是目前第二名。哎、欸，可恶，下面那边会减速啊！糟糕，第三圈。现在第一名。我掉下去了。糟糕，我没看清楚路。结果掉下去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哦，我刚刚看到有人想放我东西耶。
要小心一点哦。过了 ，yes， 开心。哎，我队友都一二三名哦，好哎，我想我这次的成就应该很容易就过哦。Yes， 好，下一场比赛，道具传送箱，嗯哼，反向赛道，这关是反向的，哦，反向赛道。哎，我怎么没喷？借用你的尾流，谢谢。啊靠呀，被撞到。Go go go go， 加油加油加油。哇靠。Go go go go！ 团队进人真帅，哇，好快好快好快！第二圈了，第二圈了。目前我们第一名。哦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靠腰。我没看到哎、欸，这样也会被撞到、喔，来招啊！为什么不第三名了？走开！你们这些小人！第三圈，第三圈应该还可以吧？走开！Go go go！ 哦，差点飞出去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目前我们都好 ，OK， 我们队伍都在，我跟我队友都一二三名，飞飞飞飞飞，快快快快 ，Go go go！来吧来吧来吧，结束了 ，yes， 过了，呼呼，好险！一二三，哎，我操！
为什么我们红？为什么我们那个吃跟一只跟一只才第五名而已？难过了。OK， 下一场比赛。火箭可以炸开对手，你可以利用火箭来炸开地上的赛道上危险障碍物。OK。嗯哼，要用尾流吗？好，用尾流。呜呼！哎，我没吃到东西 ，fuck！ 啊，我撞到东西了。哎，撞屁啊，混蛋！有东西要，哇，这个这个。这关好亮哦，我有时候看不清楚路在哪边耶，这关超亮的，有时候看不清楚路在哪里。哎，这谁？塔尔斯？怎么是你？呜呼！那谁？哎，第二名，那谁？那是我们塔尔斯吗？啊，我们第二名啊！为什么？气死我了！哦，可恶！最后一圈了。前面应该都很嚣张哦。快快快快！奇怪，怎么终极绝招还出不来啊？击中艾米哦！Go go go go！ 过了 ，yes， 第一名。这个终极绝招放得好吧？我不晓得我团队冒险的模式可以玩到什么时候哎、欸，就是团队冒险，我模式我不知道可以玩到什么时候，因为它好像有些门槛太高，我实在达不到。下一场比赛，它有些门槛太高了，我实在达不到。又是这关。OK， 狗狗狗！哎哎哎！我撞到！
现在目前第一名。这给队友好。目前第三名，哇！我要赶快吃金币，吃金币，吃金币的话可以加快那个终极技能的累积速度。哇哦！目前第一名。哇，这关要小心哎！哇吼！差点被锯到。哎、欸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Go go go！ 呜呼，好快好快好快！会不会撞墙哎？把飞弹给队友，让他们去炸人。哎，这什么的？哇，怎么快啊？哇，我们的那个纳克鲁斯好快哦！Go go go！ 哇哇，怎么飞的？第三圈。哇，那是谁啊？那是我们纳克鲁斯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那敌对的。敌对怎么那么快？冲快点，冲快点！Go go go go！ 哦，有后面有人想炸我哎！Go go go go！ 哟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过了 ，yes！ 哇吼，好哎，开心！换最后一场比赛了。弹头博士，哎，哎，我这关，哎，我这关过了 ，OK。可是每场比赛都有队伍，这个应该达不到吧？哎，有拿到哎。哦，这个第一名是指全队第一名的意思吧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是在每场比赛中你的队伍都有人排名第一啊，我知道是过程中有人排名第一的意思啊。